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练习了很多年，但是还是19岁的超新练习生郭殿甲，来自乐华娱乐 Boyhood。锅说明了我平时不做发型的时候头发是个锅盖，垫说明了我拍照不需要垫脚，甲呢说明了我的偶像是迪迦奥特曼。对了，还有我的身高是188-5，然后我的爱好是打篮球、跳舞，还有踢足球，还有打游戏。接下来为大家展示一下我准备的舞蹈，谢谢。我在亚洲超星团中还准备了更多的惊喜舞台，如果大家对我很期待的话，请为我多多助力吧，谢谢。